薛家嘅血脉，你同你阿爹一样，忘恩负义，一样咁卑鄙。喺我睇来，唔止流住薛家嘅血，仲流住燕家嘅血。燕家满门忠烈，何曾有叛国之人？ 培养咗一只会反噬嘅猛虎，但系你亦太天真啦。就算你今日巧合你学呢度，喺镜中等紧你嘅系武尽嘅炼狱啊！ 灵儿，唔使惊，你做得好好。郑毅，郑毅，先生，先生。 瞓咗几耐？一日一夜，点解你唔翻去休息？我梗系要喺度睇住，谢师师忠肝义胆，国之栋梁。如果你出咗乜嘢事，我担当唔起。你唔好喐啦，好地地一对抚琴嘅手，偏唔珍惜。 为咗我，唔值得。其实我自细就不善弹琴，即系向来性格争强好胜。我母亲曾经同我讲过，呢个世上并冇唔擅长嘅事，怕嘅系有心人。所以20年如一日，我都未曾放弃。到咗如今，都算系略有小成。 不过你不必自责，我呢个人平生唔服嘅系得一个输字，学习都只系其中之一嚟啫。你越系咁样，我个心就越唔好受。我宁愿你闹我、恨我。
不过一时弹唔准音调啫。再讲，只系一个放唔低嘅执念，可以放低都好。谢居安，以后由我嚟弹琴俾你听，好唔好？你弹琴？你弹下琴入得意，琴曲都唔识得几首。咁你就每日教我一曲，总有一日你会满意。好，唔准反悔。唔会反悔。你可唔可以至少弹准一个音？我都弹咗好几个时辰啦，手指早就冇知觉，边度仲感受得到琴弦？睇你三日打鱼两日晒网嘅态度，学到七老八十，都未必学到我七八分。算啦，今日就到呢度，过嚟坐。仲痛唔痛？本来唔痛啦，听完你弹琴，我只怕要卧床不起。如今你已经彻底了解我呢个人，我所有伪装同面具都喺你面前破灭。点啊？仲怕唔怕我？我只知道，如今认识嘅系眼前嘅谢居安，至于其他是是非非、真真假假，都不过系前尘。往事既难改，咁就睇以后。真系咁样谂？咁之后你准备要点做？平南王死前讲嘅我都听到，只怕京中早已暗藏杀机。剿灭平南王嘅战报已经呈递，朝廷一时三刻唔会追究燕家军，但系咁始终唔系长久之计，迟早要回京。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。你会谋反？点解你咁在意呢个问题？我只系担心燕林，跟住你会有危险，我都唔想见到公主唔高兴。就系咁样，仲可以系咩啊？去边？我约咗薛定妃去见一个人。他喜欢吃绿豆糕，帮我带点给他。嗯。先生，伤口有点溃烂，需要刮肉先得。我去帮你拿点麻沸散。不必了。那种药用得多，会导致心神有碍，我唔可以再咁样作践自己嘅身体，真系几可笑。直到最近，我先突然有翻求生嘅欲望。如今嘅我，竟然都开始会惊死呢个字。我想可以长命啲，唔系我死咗，边个保护灵儿？